那个蛋蛋不可以这样吃。你这个吃馒头吗？这个吃。你吃过了吗？嗯。啊，你等下玩具忘记带了，都忘记拿了，放在口袋，不会等下忘记。你的吗？放在口袋，等下忘记拿了，要忘了拿是别人的。这个吃。困啦，我这个还不错，不错啊，没有，没得多少了。哎呀，够十点吗？哎，吃饭了，好睡啊。这拄啊，透早去跑步。都在老公那里健身，伊个健身房去台真好走呢。我讲吼，你爱做老公吼，我穿衫，我昨穿起穿穿的吼，甲媳妇洗了嘛，一直去拔汗，那个无聊啊，一直拔汗，我穿起呢。哦。太干嘛？吴昕，你在吃什么？蛋。你喜欢吃茶叶蛋哦？你怎么跟妈妈一样？就是他终于要吃蛋了。以前安怎什么人拢唔吃？蛋蛋好吃哦。嗯。他要剥那个蛋壳哦。那个是里面有恐龙吗？恐龙从里面跑出来。是。你看底下这些环境安尼食饭袂歹。小桥流水，搁一个兰花。哎呀，这是兰花嘞！较早兰花遮贵个，即摆兰花才几百块呢。还有一个小馒头，还有一个小孩吃蛋蛋，嗯，很好吃嘛。